我奉上帝之名，在此宣布你们结为夫妻。新郎，你可以亲新娘了。等一下，那个老是跟在你身后的鸭宝宝，该不会像那些烂偶像剧一样出来抢婚吧？直接来。请问是林小如小姐吗？哦。你好，我是彩绘希望之工，这个是吴浩老师为你画的。你之前捐助了善款，如今已经帮助许多清寒的美术系学生继续深造，这是为了答谢你的哦。我是每个月有做什么一日捐的活动，但是彩绘希望这个啊，就是那一天啊，那个晚上你跟这个先生，我喝太少，小姐，干嘛？为了帮助一些清寒的美术系学生，多位艺术家联合发起这个劝募活动，期待你能共襄盛举。骗钱的，你看，他们有可能是未来的吴浩、吴玄山、肖新阳哦。肖新阳，我学长一定要赞助的。我代表他捐60万。零头就算了，好吗？算了，你没有听过“有梦最美，希望无限”吗？而且艺术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。好，如果你们可以叫他们帮我画一幅山竹画，那我就捐。可以，可以。感谢状要寄到哪里给你啊？就送到我工作的地方，叫Fargalory Hotel。你寄给林小如美女。我是波音787，你来了，喂，走走走。老师听了你的事之后啊，就特别为你画这幅山猪图。我刚刚啊，把山猪图还有感谢状送到你工作的地方，才知道原来你今天要在这里结婚啊，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，希望不会打扰到你们。所以我捐了63万，就是为了买这幅画，然后让自己倾家荡产。是啊是啊，真的是太感激你了。你有看过发火的山猪吗？不要冲动。小姐，你这样子那些学生会伤心的啦。现在我的户头只剩下几千块，我更伤心。都过了那么久，算了。什么算了？都是你把我的钱全部都捐出去。我先跟你把这些事弄清楚，我再找你算账。不是，你知不知道吴浩老师的画都是百万起跳的？你要干嘛？拿去网拍啊！OK， 就算你要网拍，要卖也是卖给我。还有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，新郎问新娘。好的事情最后谁愿结束？有多少分就有十分满足？谢谢你。重复，感动十分就算。